2023年即将进入尾声，今年的你过得如何呢？来看看从年末到2024年，十二星座中哪些朋友即将走大运。恭喜金牛座的朋友，金牛在过往的耕耘与努力，终于换来一道曙光。不管是过去努力赚钱、累积人脉，都能让他们在此时好好发光发热。即便如此，金牛座还是不停歇的持续迈进，让自己的价值与资产增加，未来一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第二名，恭喜双鱼座的朋友，双鱼座近年来累积的人脉还不错，在不同的工作合作上学习，并且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双鱼座谦虚的性格也为他们迎来好运。恭喜第一名的星座，简直就像是中乐透。星座专家白宇老师说道：“把握住机会，你的好运可以延续20年。在2023年末到2024年初，你会感觉到自己过往所有准备都有所发展与成就，可能在人际关系的累积、金钱的方面都有，甚至也会觉得心情开阔很多，让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相当顺利。”恭喜第一名星座，就是水瓶座的朋友。恭喜上榜的三位星座，你们真的太幸运了，好好把握机会，希望大家都能心想事成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